第一个冲到这来泡男开心不？开心啊！体力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一般，没有体力，主打一个陪伴。新的一季有什么期待吗？现在太熟悉这个节目了，我昨天只是靠试衣服就知道那一期的主题。要干嘛干嘛呀？他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看出来了，那些角角落落找到蛛丝马迹。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的这个视频？这个视频应该是第一期，然后你之前有说奔跑吧带你去旅行，那这一季有没有什么想去到的地方？去哪儿都行，反正我现在大理也去过，反正肯定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。那如果去那种鬼屋或者密室？不会的，也不一定，没事，哥哥们在，哥哥们会冲在前面的，结果是我冲在前面。然后这一季给你准备了一个 flag 挑战，来填一下吧。这一季我肯定要，这一季我肯定要开开心心的，朴实无华。这一季我绝不会，绝不会，是我绝对不会被撕，这个有点太难了吧？绝不会拖后腿。这一季我想挑战，说个大的。这回头我们放一个悬念在这儿。如果这一季有鬼屋密室的话，死给杨一天看。真是把我打晕。如果这一季有脑力逻辑局的话，少说点话。如果这一季有卧底局，且我是卧底的话，也第一个死。没有点理想吗？理想，一定能赢。最后签个字验证一下吧。好，美好的祝愿。我的头皮好白啊。这次都去哪玩了？去大理。太多地方了。你最喜欢的是哪？最喜欢最后住的地方，双廊。有个文笔村，我们去的时候挺好看的，但那天下雨。还有没有发的照片吗？当然有啊，我最后一天可是拍了。套呢？几套呢？我告诉你，暴晒最努力的是那套。不能说好留点惊喜，好几个小视频，送我一条吧。OK， 拍场过24小时以后给你发。可以啊。拍了很多视频，我有下一个目的地了。哪里呢？我想去冰岛，所以我说可能实现不了。今年没有旅游的时间了。做小蝴蝶，很漂亮啊！哎呀，这灯光不符合。天上是会掉馅饼的，是会掉馅饼。太阳0:57。我给你在夜市带了吃的。我马上要下来吃好吃的。你可以先吃两口。那我要念出来吗？你念吧。撕掉李晨。你笑了。你也笑了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个 flag 吗？